鸭子，你今年在喊我种西瓜，你一定要换个品种，这个品种不好。这个西瓜，一个月以前买都买不到，现在拿来喂鱼。你还忙吗？你要摘一盘辣椒吗？对啊，把那个干的也摘回去了。这鱼线挺小的。这个干的给它下了个辣椒。大的就可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杨，今天又是给我们家小媳妇补充营养的一天啊。 早上从街上买了点瘦肉，然后买了点鸡腿，还买了条鲈鱼。小孩子不挺喜欢吃那个鲈鱼的，我就每天买了，昨天买一条，今天买一条，然后以后基本上每天买一条吧。我经常开了一家那个水产店，然后今天中午就安排鸡腿跟那个青椒炒肉丝。不要天天买鲈鱼，鲈鱼有点小贵小贵的，偶尔买点来吃，买点草鱼也可以的。鲈鱼贵是贵。 但是家里两个孩子，再加你一个孕妇，反正就那就这样，隔两天一条，隔两天一条，一个星期吃两次就可以了，不用天天吃，那么那个有点小贵。你炒鱼啊，你偶尔换着呀，不要老是吃那一种呀。那就做炒鱼吧，刚好我爸打鱼去了，今天中午就吃炒鱼。可以的吧？这个茄子被虫吃了，可惜了。我家这茄子全部长出来了。 这长大的话，估计能摘个十几二十斤。之前要的时候没有，现在杂菜晒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也去收茄子回来晒杂菜了，现在就都长出来了，大概还要个一个星期吧，就都长完了，就会长成这么大一个，就可以摘了。我爸拿来喂鱼，我妈就舍不得，还搞一半在那里吃。这西瓜可以吃的，也就是吃太多了。看看，宝贝，挪一下。这什么？茄子啊？嗯，茄子干。嗯，这好香哎。 就是给那搞那个茄子渣子那个，搞那个拌，盘子菜是吧？对，用盘子菜一拌。冬天是不是吃那个新鲜茄子不是反季节的吗？嗯。用那个泡一点，然后给它炒肉啊，是挺好吃的。我们那边也是一样，就是吃不完的这些菜晒干，然后放到冰箱里面，冬天炒肉吃，尤其把那个豆角晒干，冬天的时候炒肉贼拉香。这今年冬天不怕没辣椒吃了。 你来，你往那冬天是没辣椒的吗？不是啊，我说种。湖南最不缺的就是辣椒。我们这个来炒辣子鸡很好的，帅哥。就是那种辣椒里面挑鸡肉块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今年冬天就给你辣椒里面挑鸡肉块啊。还有我什么烤鱼啊？我上次在重庆吃的啊。是你那个妹妹，我吃的辣椒里面挑鱼吃。那怎么好？重庆是那个花椒太多了。 哎，我娘家现在开始在摘花椒了耶！没有，阿姨留一点。要新鲜的，我让她锯一点，应该开始摘了。泡菜的话，放点那个花椒，那个泡菜那个酸水的香。要不我们湖南娘家吧，拿点花椒来。那可不必吧，你有的那个，有的那个坐飞机坐高铁的费用可以买几千斤的。主要是没有自己家种那么香啊。 想知道我们湖南现在有多热，看看小吃这个表情就知道了。我爸又在杀鱼了，今天中午加餐吃鱼。我现在也是，各个科目都被炒完啊。各个新闻台的一个新鲜设计。啊，我在当天打点鱼，但是一个塔鸡呢，没到那个塔的鸡了哈。多塔的忘记了，不得上山鸡啊，新闻台鱼的。我爸虽然平常不怎么操心这些做饭做菜的事情，但只要认真起来。 心里想的也全是我们这些后辈。你不管他们抓起来切了吧。我刚刚洗了头发，中午青椒炒肉丝，然后再搞一点点炒那个豆腐皮，然后一个鱼，就够了啊。哎呀，谢谢贝贝，等一下啊。中午早点弄来吃，太热了，真的。一到十二点钟，那个吹那个风扇都是热的。 来，搞番茄太辣了，等我一下。没事的。你要给我妈去熏汤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把这煎熄了，把这个。没有那个嫩煎，只能用那个老姜来煮鱼了。你手上那个伤口啊。就是那天煮那个东西，那个油溅上来了。这个豆皮也要切完吗？先切好，再给它泡一下，还没泡透。 有点没泡透。嗯，泡透了炒出来才好吃。去泡点。切好了再泡一下呗。煲一点点温开水，倒一点温开水。这个番茄好了吗？对不对？今天中午的菜。
放点盐，那个鱼就不粘锅，那个皮鱼皮。煮鱼放太子鱼就好，太子鱼煮鱼香一点。自家养的那个鱼就不一样，你看那个汤汁都好，好浓缩，好白，明白？放点青椒进去，不要放太多了，留点碟炒那个青椒炒肉，一丢丢蚝油，调料味不要放太重了，原汁原味是最好。起锅，再放点泡椒更爽。等一下，青椒炒肉，菜籽油炒那个青椒炒肉丝，放一点青椒，留一点炒那个豆腐皮。肉丝不能炒太老了，炒太老了那个口感就很柴的。青椒炒肉丝，青椒炒肉没切成肉丝。本来是想给你补点营养。嗯，好吃。那个菜全是你自己做的。把这肉放进去。小姐，妈妈炒的菜香不香？香。嗯，多吃两碗饭啊！你最爱吃的这个，我帮你煮了。好。快点啊，洗完手来吃饭了。你又是煮凉饭。有六百五了呢。好，快点吃嘛！快点吃喽！我是辛苦了啊。不辛苦。这么热的天。早点做的话就没那么热，太晚了那会好热的。忙活了一上午，开始吃饭了啊！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看你加倍的，是不是？吃饭也是一种体力活。